Greetings and bienvenue, everybody, and to Mr. 416 here. FPP mode is finally here. That's awesome. So we got the little update, and now we got the update to finish it off. So Season 6 is official, and enjoy the FPP gameplay. Like I said, I'm going to start playing this more often now that it's in FPP mode, instead of just here and there and randomly. But you'll see, gameplay went fairly well, and hopefully you guys enjoy it. I'm gonna simplify everything. I'm not gonna do the radical entrances anymore. So hopefully you guys do enjoy the gameplay. Take care. Many blessings to you all.要开始了吗？欢迎来到备战岛，在进入日冕城之前可以变更你的英雄。即将进入日冕城，请做好准备。让我看看猎物的踪迹。离我这么远，你们不怕被各个击破吗？别装死！我在给护甲。我的能量子弹用光了，启发电磁标。让我看看猎物的踪迹。尝尝这个法宝。妖兽的小心，敢滋扰本大圣，见识见识这枚烈火。没人休走，看俺老孙替天行道。效能可真够慢的，不能快点吗？开火！我消灭了一个敌人。我的绝招准备好了，美妙时刻即将开始。已经降临，你们无路可逃。这护甲充能可真够慢的，不能快点吗？腾云驾雾。
干掉一个。警告，信号区正在移动。正在使用高能治疗器。换个弹，别急。我正在修复护甲。离我这么远，你们不怕被哥哥击破吗？没有人能躲过我的追踪，我的绝招已就绪。掉一个，淘汰了一个敌人。猎物的踪迹，开火！筋斗云，起飞！快逃吧，猎物们，猎人来了。这么远，你们不怕被哥哥击破吗？干掉一个！敌人实在是太慢了。请敢滋扰本大圣！让我看看猎物的踪迹。攻击我们，偷袭，喜欢偷袭。我消灭了一个。被本大，让我看看猎物的踪迹。受到攻击，要一个，我的绝招已就绪。淘汰了一个敌人，换弹。见识见识这位烈火！我需要治疗一下，一会儿就。见识见识这位烈火！行动云，起飞！让我看看猎物的踪迹。让我为你结束这一切。敌人实在是太慢了。筋斗云，
正在运送支援舱。新的猎物出现了。我的绝招已就绪，夜幕已经降临，你们无路可逃，没有人能躲过我的追踪。敌人实在是太慢了，在这我们的警告，信号区正在移动。没有人能躲过我的追踪。装填子弹，我被攻击了，朋友们。有猎物，是烈焰手雷，手雷爆炸！探案老孙，一天行道，没有人能躲过我的追踪。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向敌被本大圣淘汰，筋斗云起飞。猎物的踪迹，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离我这么远，你们不怕被各个击破腾云驾雾？一个筋斗，十万八，没有人能躲过我的追踪。正在运送支援舱。再给护甲充能，我的绝招准备好了，每秒时刻即将开始。夜幕已经降临，你们无路可逃。
没有人能躲过我的追踪。烈焰燃烧，尝尝电磁镖的滋味。真是不知好歹，竟敢朝我开枪！招待状，上海人的如意棒有13500斤，你可承受得住？竟敢滋扰本大圣！没有人能躲过我的追踪。我会带你取得胜利，等着开香槟吧。